就这个肉在这个生鸡蛋里面搅搅。今天我们要去Yoshinoya来吃饭了，这是日本的吉野家，去吃他们家的叫啥牛肉冬，去吃牛肉冬了。这边是就是带回家吃的，然后我们要在店里去吃。行きます。哈喽各位，来看看菜单，然后它这个上面有个秋季限定，就是赏月见牛，就是赏月的牛，然后的时候里面有个这个，还有你看这个套餐，我们今天就来尝一下它的秋季限定套餐，还有再点一个我们最常吃的套餐，就是这个牛卡路比铁石锅，这个是一份的，这边还有 W 的，就是双份的，然后但是这个是十一点到四点，现在刚好是十点，不知道能不能点。好看一下，看我的月见牛上来了，看这是什么生卵糕，就是生鸡蛋，生鸡蛋是要倒在上面的，哦倒歪了。然后拌着吃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最常吃的这个套餐，什么时候都有的套餐。这个是牛卡路比。OK， 赶紧来尝一尝，好久没有吃了，哇哦！他们家的卡路比真的特别好吃，吉野家、松屋、石崎家最喜欢吃的就是吉野家的这个卡路比，这个卡路比真的是很香。我来尝尝我的套餐，哦，这个生鸡蛋是拌着吃吗？算了，先这样放着。看我的，我以为看这个大肉块。这个鸡蛋，就这个肉在这个生鸡蛋里面搅搅，就很润滑，然后再一口吃到嘴里，嗯，也不烫了。让他尝一尝我的套餐，这个卡路比真的是很软，这个是煮出来的，像他这边是烤出来的，嗯，咬了看一眼。很软，再加上鸡蛋，生鸡蛋那种滑。这里面因为就是鸡蛋很多，所以就是全是鸡蛋的味道。看我吃完我的第一份饭，这里面套餐的话，你要去饭的话是免费的，我再来一份，看看。Va a pedir que le hagan, que le sirvan de nuevo arroz gratis.No sé si era verdad. Kan, mi de fan sale de 第二份饭。看我们吃光光了，康师傅。